大家好，我是妈咪们美梦王多。其实那个影片已经删掉了，因为有些单位不开心，所以我删掉了。因为我想要避免大家的不开心，但是海乐根，我喝你们的酒多久了？结果呢，不知道我业配，你知道我的店里的酒。还是你们海乐根吗？我那天真的很难过，想要找 Kirin Asahi， 其实他们连商品都没寄给我。Kirin Asahi， 你们两个，你没有寄给我，没关系，不用再寄给我，因为我寄给你们，寄给我会破文，对你们来说真的划算，我不能一直在背理由。但是呢，海乐根，你给我什么东西啊？这个一种酒，神啤酒，我店里用的差不多一样的。哎呦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海乐根，又是酒，又是一样的，里面什么？啊，好可爱哦！哎，这个蛮可爱的。啊，不行，海乐根，而且你们是不是应该知道，我最近买车，还有给我一箱零卡的啤酒。怎么那么用心坑还坑，但是我还是很生气。是什么东西？是什么风？你以为我吃这一套吗？给任性热爱还能更那么多，不要生气。为了把最好的最新鲜的通通都给你， Please 梦多继续爱用海的根，你的业务会继续赖你，就是你。我上一次影片上面骂的就是你，你还蛮会做人吗？厉害吗？那你可以今年就大概五次就好了，对，帮我谈一下月费，这样就可以。可恶！好，海乐根的事情算了，我今天真正要讲观展。到底在干什么？你运动鞋很 fashion 哎，很不适合你的脸，很时髦，很 fashion。而且呢，是真的，这个是做 direct 的时候真的很好用，因为角色比较平嘛，所以那个蜡比较重的时候比较适合。啊哥，不行，我现在呀讲的是这个什么？什么？你蜂蜜啤酒都算？不是，这是谁？你知道吗？馆长，冰淇淋，还有很多口味，到底干什么啦？连冰淇淋都可以卖？我吃看看。我是说真的。就是当然是不像那个哈根达斯那些就是高级的那奶味那么重，但是它的味道非常非常的简单又好吃，非常传统的小时候的味道。所以说呢，它每一个品种很好，而且我说真的，虽然是现在是拍东西嘛，但是我已经全部都吃过了，很好吃。我本来真的想买，现在爸爸在工作，现在爸爸在看起来不像工作的工作。我觉得他们的那个。草莓给你们看，蛮厉害的。那个蜂蜜也很那个很香，它吃起来就是很蛮自然的。你看哦，这个也是哦，这个超好吃，很香。嗯，其实说真的，他们也不是这个，对，这个不是叶贝，我没有收钱。小雨，我虽然。上一次馆长聊天的时候也自己讲说我们好朋友不用变成 business 的关系，我不会给你们收钱，这个嘴巴，但是我的心里有一点期待，还是给我业配，还是有没有，我是就做真的，对不对？不是，我不会为了整做事情。馆长， You are my friend, no business, You are my friend!